多，福田大将军他改了一个猛禽的前脸，现在8万多，是个大皮卡。然后荣威2X58万多，长安 CS758万多，吉普自由侠9万多，比亚迪宋 Pro 9万多，然后红旗 H5不算，然后就高了，就到12万多的了啊！这都是咱家的现车。2.0T 多少马力？你说我家这台吗？应该是多少？252，252匹，252匹。甜甜每天穿啥感觉？你自己穿穿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你自己穿穿不就知道了吗？这话让你说的，你光问我啥感觉，你自己体验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？途观 L 可有？有的，有的，女汉子。现在咱家途观 L 有两台啊，有两台。我给你看一看啊，途观，一个2018年的，跑了2万多公里，现在13万多，还有一个，就才发了作品的那个，两台总共。这谁打我？还都是18的，一个白色，一个棕色啊，一个白色，一个棕色，你问的是哪台？哎呦妈呀，我这白色的多少钱呀？我忘了。你这现在这搞得我这途观多少钱我都忘了。首付多少能开走530？首付的话得个8-9万块钱差不多，首付8-9万就差不多了，就能开回家啊。把你的借给咱们穿一穿，你买不起我送给你行不行啊？你要真买不起我送你一双都行。你别那么恶心人，你这话让你唠的怎么了啊？这衣服还有这样借的吗？真是服了你们了。我是来看人的，那咱们这样吧，咱们100多人是来看人的，咱们扣个1；是来看车的，咱们扣个2，好不好？看车的咱们专心给大家讲讲车，看人的咱们这个人也不能详细给你介绍介绍呀，真是，我又不是卖人的，只能给你们讲讲甜甜的这个基本信息。3年一个月还多少？如果说是首付9万的话啊，想想贷款20几啊，3×1=9等于。22的话，每个月得还个8-9千块钱吧，应该是我大概的算的啊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是贷款12万，一个月还4000多，贷款20，应该就是8000多吧，应该是8000多，不到9000，8000多啊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贝，果然全是一是吧？都是来看人的是吧？那你甜甜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情况行不行啊？甜甜那是离了5次婚，带了6个娃，身上有房又有车，那是人间小富婆。如果说你们喜欢甜甜是吧？啊，你不如先来跟甜甜面个线，让甜甜先看看你怎么样啊，你这个人怎么样行不行啊？你要想当我鱼塘里的鱼，你先跟我吱一声，咱们先排个队行不行？哥哥们，不有计算器吗？我现在直播我不能计算器现在给你这个算呀，因为它要具体的详细到比如说每个人的征信情况是不是，征信情况有的人那个怎么讲，它里面可能有逾期啊，或者说有网贷啊，或者说是有那个什么拆借，或者说是什么贷款，它有的信用不好，它可能那个贷款的它的利息可能就高，如果说你信用是极好的对吧，它肯定信用它的那个利息就很低啊，利息就很低。我刚已经是按照最低利息在给你算的，按照你的是最好的一个征信算的哈。怎么买车急死了？这东西啥时候能扫了？你给我过一边去！你们要是真想加甜甜联系方式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直接给我点个头像发私信啊，你直接问我什么什么样的车，我跟你一对接，我不就加你联系方式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怎么推你这台车？贷20多万，3年利息7-8万，是不是有点高了？你20多万，你这个怎么给你讲啊？你想想，人家拿20万出来，一年，你平均下来也就是2-3万的利息，一年20万，你觉得高吗？你现在你去哪儿贷款？如果说你要是没有拿任何抵押的东西，你能贷出来20多万，然后利息是这样的，你可以去借，没关系，你只管把那个钱借来之后，直接过来全款提车都可以，哥哥，真的。啊，我们无所谓，因为啥？因为这个钱本来就是银行挣走的，银行拿钱出来给你用，而且是放在几年的时间让你用，那肯定是有利息的，不可能免费给你啊，对不对？
它肯定是有利息的。如果说你要是嫌利息高的话啊，咱们可以，怎么讲？具体的还是要看个人征信啊，还是要看个人征信。但是大差不差，应该就是这个，利息期间啊，应该就是这样的。你们不挣钱吗？我们挣钱啊！但是这个车，我告诉你，车主要的是31，我们这个车就卖，比如说31万零几千，零3000，我们就挣3000；31万零5000就挣5000，是这样的啊。这个车车主其实有的31万，如果说你们要是我这个车能卖给你31万零3000，就是3000块钱，然后给我提，我这个人30万的车，我提500块钱啊，然后3000块钱里面500块钱是我的，老板挣2500，啊，是这样的。